骏马名区。好啦，最后入闸，英勇大师。全部马不准备投档第九场本地三级赛千四米华商会杯大热门是二号荣彩缤纷两倍。五号包装奔驰22蚊。一开闸嘅时候啦，今日前面快噶嘛，内栏位置咧就系呢只梦线啊，都相当快闸。但系大外档同个梦想抢啦，中间好健康，风花雪月。大外档包装奔驰啊，第五位白衫仲有荣彩缤纷，亦都一路骑想顶住包装奔驰咁。后边嘅马咧，咁啊仲见到有呢只咧就系响内栏位置就梦线啊，中间咧咁啊蓝白格仔衫就豪日啊，再喺外边就英勇大师，尾四骏马名驹，尾三红衫万事勇，后边两只花月春风包装斗士啊。好啦，过呢个咧就系800米嘅段处啦，前面同个梦想带头嘅，咁啊跟住第二位咧就系嗰只包装奔驰咧，今场赛事跟前咗好多啊。第三风花雪月，中间第四好健康，三搭外边就荣彩缤纷啦，咁啊再后边中档有豪日黄帽啦，出边骏马名驹，最外边四搭啊黑衫紫色眼罩英勇大师，后啲嘅马啦内栏梦仙啦，咁啊响外边花月春风尾以万事勇包咗落尾咧就系包装斗士啊。好啦，入直路内栏同个梦想，中间包装奔驰摆正堂太噶啦已经。咁再见到内栏梦先上紧，中间仲有荣彩缤纷，外边追咧仲有骏马名驹，大外档上紧嚟啊！包装斗士啊，斗到嚟最后百零米，走甩咗多少就系包装奔驰，外边万事勇上紧嚟，马林中间仲有荣彩缤纷，最后100米，万事勇先过荣彩缤纷，直追包装奔驰，接近终点第一名咧，万事勇赢啊！第二名包装奔驰啊，第三名荣彩缤纷啊，咁啊结果咧包装奔驰顶到最后20都仲占先。咁啊，外边上嚟喺后边追上嚟赢喎，呢只万事勇，结果赢出呢个华商会杯，第三名荣彩缤纷，第四名咧豪日啊。万事勇临尾落飞10个开，帮我郑宇田立场三级赛嘅头马，包装奔驰因为外档嘅关系，早段唔想三碟啊，用多咗二碟望空，结果翻到嚟就顶唔住啦。荣彩缤纷都系经过连场硬仗之后，都好明显系真系有啲回落啦。只是能够跑返个第三嘅啫，第四是豪日啦。赛前都系呢三隻熱啲㗎啦，但系条 Q 就似乎扭一扭歪喎，有得分啦。咁真系好劲添，万事勇爆上嚟。睇下而家派彩啦，跑第一名10号嘅万事勇啊，到人派107蚊，位置派19.5，跑第二名系5号嘅包装奔驰，位置派12.5，跑第三名2号荣彩缤纷，位置派10.05，连赢位5搭11派92.5。咁三重彩等紧啦，单贴派46蚊，位置 Q 5搭11派29.5，二搭11派31蚊，二搭5派15蚊，三重彩11号、5号、2号派591蚊，排第四名系7号嘅豪日。咁虽然临尾只万事勇有啲着灯啦，但系其实比起佢即系今早嘅时候入场睇呢只万事勇啦，呢个手会。咁啊，组合独赢3-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64蚊。练马师的胜出就是 B2 告东尼派101蚊，差几蚊了，多个保险那是99倍，英勇大师郑宇田剩下一场三级赛啊，最后上啊，见到早段那个位置都呆一呆嘅，其实都你上次力逼手食太阳都唔系假嘅啫。呢两仗系好好嘅赛绩啊，但今早你对手真系强噶嘛？你始终2-5一对都系强，咁佢用咗一种同呢两次系或者可能同佢不嬲唔系好同嘅方法嘅跑法，最终系赢咗。今早就冇10倍噶，咁而家就埋门，虽然落飞都有翻107蚊俾翻你啊，4连慢派259蚊，4重彩派10498蚊。结果跑第四系红日啊，1400，不过就都落后几远噶啦。准备颁奖啦，华商会杯都是一年一度元旦日入边嘅重头戏啊！
今日两个杯都是两个香港的杯王来的，大摩和东尼。郑渊田今季都好似即系赢过场三级赛，系飞来猛啊！又系大魔啊！咁呢只系个东尼啦。嗯，到后屘都系叫做第三热门嘅呢只马士荣，但太侧重啦！嗰条 Q 廿几蚊，我都话咁鬼多只马跑，你又唔系话两只轻磅，两只都重磅。嗱，恭喜马主啦！今季都。凭着这一只马连场都拉头马，跟着到个东尼啦。郑宇田，生日之前就冇头马个东尼啊，咁今日都叫补翻数啊。徒弟啊，一个双一个停赛，就用上阿郑宇田。好啦，睇下巡流影片。因为佢早段同埋立心唔动，佢哋斗快嘅咧吓。佢而家佢早段佢唔系好快嘅，依家其实真系，你睇佢最近都系咁噶。系咯，起步有比嘅，但系都唔会够中间嗰扎马快噶啦。咁啊，前面走我哋见到开面咧好健康啊，同个梦想最出面啦吓，咁啊包装奔驰都尽量骑翻上嚟嘅。反而风花雪月杀咗出嚟埋咗栏之后咧，就扣翻住俾人冚嘅，荣彩缤纷去隔篱啦。最出面有只英勇大师啊，剪眼紫色眼罩嘅咧，咁啊入边咧金金地帽就系豪日啦，咁啊然之后入边咧就系嗰只梦仙。尾四嘅位置骏马名驹，尾三就系呢只万事勇啊，咁啊尾二啊花月春风包咗落尾包装骑士。包装斗士，啊，包装斗士系啊，包装奔驰最惨就系即系个狗档望空咗，咁你又冇理由走外碟，好似荣彩缤纷咁样啊，变咗望空咗啊，即系真系早多，即系用多咗啦，咁啊结果哇，临尾嗰只万事勇追上嚟顶佢唔到。其实荣彩缤纷系一路都系希望攞到豪日前面嗰个位，即系好健康后面嗰个位。但系嗰度真系唔开，一路都唔开，冇办法，先焗住走前啲咁啊，尽量希望唔会包装奔驰走甩啦。好健康都系失望啊！自己都睇错咗呢只马，骑落去唔多嘅。其他包装斗士有冇好翻啲咧？都系好啲嘅啫。喺出边啊，唔系好劲啊只马都，反而你豪日临尾都仲过翻佢。福邦源不派彩作实，位置 Q 五特属一派29.5，二特属一派31蚊，二特五派15蚊。组合独赢3-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64蚊。胜出嘅练马师系 B 二告东尼派101蚊，四连环派259蚊，四重彩派10498蚊。孖宝八场一，九场十一，中正派323.5，八场一，九场五，安慰奖派12.5。睇个分段时间啦，慢步速喎，13.51，21.47，23.81啊，末段就快啦，22.46，总时间1:21.25，总时间系快于标准时间2线。